Hello，大家好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要开箱一个活体，对，就是一个动物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要去趟那个快递柜那边，然后待会我就直接拿着这个开箱了。然后我们待会见，拜拜。叫什么呀？不是我真名啊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你名叫什么？哇，它为什么封的那么牢啊？先把这个拆了。然后我就来这边开个箱吧。它为什么都那么牢啊？居然它这边都没有通气口啊。哎，长这样子，感觉还不错的样子。这个兔子好像还不错，就是傻傻呆呆的。你看得见吗？感觉这兔子好像还不错。先把它拿出来，它居然没拉屎。这个兔子居然没拉屎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把它带走了。这个兔子买的耶， It's so cute. You guys can't believe it. It's so cute. My heart is. 然后我就得把它带走了。然后我现在给他喂了点那个他们送的那个宠物的吃的，然后他好像不太饿，感觉一动不动的像个呆瓜。不过这只兔子真的好胖呀，太好玩了。他现在好像有一点害怕，等先熟悉一下环境再说吧。然后现在我给他垫了一块东西，因为我那个闲鱼上买的宠物笼子它还没到，据说是今天到，但是它还没到，然后就只能先委屈它待在这个笼子里了。它今天吃的多，拉的也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